对，宜兰花鸭呢，在我们卑南族语就是你好的意思。所以之后呢，如果遇到我们卑南族的朋友，会跟他们说什么？宜兰花鸭是什么意思？你好。对，就是你好的意思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哈。那在接下来的节目继续之前呢，这边要提醒大家，待会就到了我们的摸彩时间哦。那我们的摸彩箱呢，在我的左手边楼梯上方的入口处那里有一个蓝色的箱子。那我们的摸彩券要撕一半，存跟连自己留着，比较小张的那一张呢要投到我们的摸彩箱里面。那还没投的来宾请尽快哦，待会就到了我们的摸彩时间。好，那节目最后要为大家。